肩部溃烂案例。25岁的甄罹患了乳癌，并且肩部出现了破孔、腐烂、流脓。志工使用姜粉泡热水清洗伤口，并且使用姜粉对伤口进行温敷。经过原始点的方式处理后，伤口渐渐地愈合。如今甄的体力恢复，精神奕奕，已不再被病痛困扰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